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。皈依僧伽，诸众众存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存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众存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众存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54页第一行。啊，这第二小段，第一、第四，这一句话很不容易得到。谁是如来第一、第四？要记住，凡是念阿弥陀佛的人，他就是如来第一弟子。不但是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称第一弟子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称他为第一弟子。我们听了这些话很幸运，这个法门我们遇到了啊。请看经文，心无暇列，一步功高，成就善根，习戒增上，当知此人非是小乘，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。经文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我们要不要做佛的第一弟子？要想做佛第一弟子，只有这部经上有，其他经上没有。这部经为什么会有弥陀如来？在一切诸佛大众当中，成为第一了。佛是诸佛当中的第一，佛的弟子也成为第一弟子。
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心无下列者能生性故，这一句话很重要。这部经典这个法门是不是真相信了？有许多人我真相信了。什么叫真心？像海贤老和尚这样的人深信真心的。我们时时刻刻把这句佛号都忘掉了，起心动念是非人果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业。就一般来说造业，就学佛来说你有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可以当第一弟子，你放弃了啊，你还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标准的六道凡夫，你信这个心不是真心。是迷信，迷信没把它当做一回事情，哪里敢当真？对不起释迦牟尼佛，对不起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，那些都是弘扬这部经，劝大家修这个法门的。我们用什么心态来接受？用什么方法？来念佛，不能不知道。心无下列，为什么？于自善根能生性苦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自己感觉的我们卑下，不敢向上看的，往上我们没有份的。明明告诉你这个法门人人有份，纵然造作无逆失误，你还是有份。那无逆失误的罪，我们要牢牢记住唐太宗的故事，中国历史上大家都承认好皇帝明君，他堕地狱，堕什么地狱？无间地狱。这真的不是假的，无间地狱
啊，经历无间的苦难，苦不堪言。为什么原因？杀人。他告诉我们，为什么杀人？战争，发动战争，他的政权是凭武力夺来的，这历史上记载的很清楚，杀多少人？中国人、外国人，死都无间了。他也告诉我们，开国的帝王多半都没有办法避免武力，堕无间地狱的机会最多。战争不是好事啊！堕到地狱之后才知道错了，后悔莫及。无间地狱的寿命多长？大乘经典里面佛常说80000大劫，太难了，太苦了，80000大劫啊！那么唐太宗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，不到2000年，他离开地狱了，凭什么？凭他当年在世做了一桩大功德，这个大功德是他自己说出来，那就是坐上皇帝位置之后，下令编群书之要。这部书是他治国的宝典，大唐盛世全靠这部书。太宗带领着文武大臣学习这门功课，依什么治国？依群书之要治国啊！这个书非常可惜，唐亡国之后，这个书在中国就不见了。所以，唐宋元明清《艺文志》里头都没有记载。失传了，谁拿去了？日本人。隋唐时代，日本在中国留学生很多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印刷书，书都是手写的啊，这个书从头到尾50万字，也不算少啊，所以流通在市面上不多 啊，被这些留学生收走了，带到日本，也算是不错。日本人依照这本书之苦，在日本形成千年盛世。啊，
唐德宗透的信息给我们说，这本书能救中国，能救全世界。啊，他附体来找我，来感恩。我说我们对你没有做什么恩德的事情。啊，你看我们的讲堂也没有供个牌位给你。啊，现在是供了。他告诉我群书之要，我这就明白了。这本书我找了三年都没有消息，找不到。我知道有这部书我没看过，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，我在讲经屏幕上提醒大家，如果有人看到有这部书，给我找一头。啊，没想到三个月之后，真的有两个同学找到了。啊，原版一套是日本人收藏的原版，我把它翻译了一万套，这就是功德。这一万套流传在全世界，赠送给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、大学图书馆去收藏。我们相信从今而后不会再失传了。就这么一桩事情，地藏王菩萨把他从地狱带出来找我，啊，说明了恩德。这一桩事情对我是很大的启示。什么样的功德能帮助一个阿鼻地狱众生超生到人道来托信息？这是不可思议。那他告诉我，这本书能救中国，能救全世界。啊，救中国我懂，我知道，救全世界我没想到。他提醒我，啊，这一提醒，我就得把这部书翻成白话文，再从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。啊，现在一共有十种不同文字的版本流通在全世界。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们有没有听懂？如果我们造的业，不善的业，造的很多很重，也不会超过唐太宗。肯定他比我们造得重，我们跟他比造得轻。这个业怎么消？如何来赎罪？学群书之要，就能消灾免难。这个诸位要听懂啊！啊，如果有能力应送这部书，功德无量。
啊，这部书有什么用处？对自己来说，能帮助我这一生过一种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儒家讲修身呢，我们要不要？如果要，这本书会帮助你得到，你认真学习。啊，第二，帮助你的家庭幸福美满，家和万事兴，帮助社会安定，帮助国家富强，帮助世界和平，真实功德，一点都不假了。我们要知道啊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我们都想沾一点光，都想能奉献一点微薄的力量。从哪里下手？读群书之要下手。啊，群书之要有这么大的功德，能帮助唐太宗超过八万大劫，离开无间地狱。我们得到这个信息，在非常认真努力学习这部书，这部书决定不能中断啊！所以修士校长，我们碰到了一起，时间并不很长，15年，我们才见面的啊，见面很有缘分。第一次谈话，我记得3个半小时，我们能沟通，很多看法想法都一致。今天这个地球有危机，最严重的危机是什么？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人继承，那就会断层。这样一断层，问题就严重了。社会会走向黑暗。人们没有真实智慧，文明会在这个世界消失，以后的人都是野蛮人，怎么办？什么人发行了继承，这个人就是菩萨再来，这个人就有大福报。所以我们要找一批年轻人，有使命感的。什么使命？继承中国传统文化，那就要学好文言文，学好汉字，
汉字文言文是楚文化的载体，校长就提议我们来合办汉学院，汉学院就这么圆起来，目的非常单纯，你有能力读得懂群书之要，我们就满足了。这部书能读的人越多，能依教奉行的人越多，社会就会安定，世界就会和平。发心的人肯定身心健康，家庭事业美满，无量功德了。啊，时间并不很长啊。今天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老师，有这么多的同学在这里认真学习。啊，无论是过去是造的罪业，或者是今生造的罪业，真正学这门功课，这个罪业就一笔勾销了。这是我们先前就得到的大利益了，这个利益没有边际啊！就像这一部经上所说的，句句真实。我们学汉学。认真努力，把古圣先贤的东西集成下来，发扬光大。啊，发扬光大，讲学、教学，就干这两种事情。功德无量无边，啊，于自善根能生性信心，一点都不怀疑。啊，这个话是佛菩萨跟我们说的。下面这一句一步更高，更高是傲慢，前面是没有自卑感，这一句是没有傲慢，明信佛智，信佛众生，三无差别，就凭这个信念接受如来无量寿经的教诲，那就是第一弟子。念老引用小经，小经是阿弥陀经，大经是无量寿经，啊，这两个本子宗旨完全相同，啊，所以称为大经小经。六朝十刻本有这么几个字，这是鸠摩罗什本子里头没有的，
以称名故，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，有这么几个事，这都是成就善根了。无论是大本小本，常常读诵成就善根啊，习戒增上，净念相继，精进无疑，固住善根，皆能增上也。啊，这不仅是在赞叹到无疑佛家了，太好了。帮助你所有的善根都能顺利的成长，又弥陀要解里头说，同居净土是增上善业所感，偶耶大师说的，偶耶大师注解的这个阿弥陀经书名叫要解，阿弥陀经要解啊，偶耶大师同居净土是极乐世界最下面，他怎么来的？是增上善业所感。那我们念佛不自卑不傲慢，认真学习，这就是增上善业，往生到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成就的，我们有增上善业，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意同德同行，所以自自然然感得同居净土。一念念即佛了，为成佛之轻因缘，这一句话重要，念佛是成佛的轻音，第一个音，最重要的音。你凭什么成佛？我凭我念佛成佛。念佛成佛是阿弥陀佛说的，是诸佛如来说的，决定不是假话。轻因缘，净念相继，乃无间缘。我这个念佛，一句一句不中断，除了晚上睡觉睡着了，醒过来之后，佛号又接上，不要让它中断。净念相继，这是什么？等无间缘，当中没有间隔，没有中断啊！一句接着一句，这才行啊！祝福尊重你，啊，等无间缘，等是平等，没有间隔，
以佛号为所缘境，乃所缘缘，四缘生法。说言增上者，总学前三缘，有大利用啊！这个大利用，帮助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当知此人非是小乘，不但不是小乘，此人前面讲的一心念佛的人，世上多少讥讽念佛为治疗汉，瞧不起念佛，直接的学经教的，学禅的，确实有许多人为念佛是自了汉，不是菩萨。自了就是小乘，只顾自己没顾别人啊，殊不知每一个念佛自了的人都度很多人呐、啊。他怎么度的？他做榜样给你看，就一句佛号，你看他往生多自在。活在世间很平淡的，往生瑞相非常稀有啊。这些人对佛的意思疏忽了，没有真正能体会到啊，像未了佛意，世尊金口亲宣，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不是别人说的，如是之人非是小乘啊。弥陀一尘怨海，习次大白牛车，为师一乘，何有二相？大白牛车的故事在《法华经》啊，古时候交通工具，大白牛车就是马车，载重量大，坐人多。啊，像羊车、鹿车，只能拉一个人，两个人他就走不动了。啊，所以马车是最好的交通工具，等于说是净宗法门是大白牛车。弥陀是假赐给我们，我们要接受啊，我们要乘坐啊，要认真去修学。啊，弥陀确实是一尘缘海。所以说非是小乘啊，佛又赞扬如是念佛之人，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。何以故？这问话为什么？以念佛法门最为第一，
是这个法门难信，最为难信故啊，难信你能信，你遇到的是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，第一法门是带保险的，保证你不落空，你不愿意接受就没法子了，所以是易信难信之法。那下面是这一句何以故，一念佛法门最为第一，最为难信。能生实信，实信真信，如教奉行，故称第一。如来第一弟子容易啊，不难当啊。啊，不难当而不肯干，这怎么办？只能说业障深重了。这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前面讲第一弟子，下面结尾劝依教修行而无疑，这里就有六小段。第一段劝爱要修行，啊，要是喜欢，你爱这个法门，喜欢这个法门，认真的修习修行，请看经文。是故告汝，天人世间阿修罗的这一句代表六道众生啊，诸天二十八层天，人世间还有阿修罗，应当爱要修习啊，生稀有心呢、啊、于此经中生导思想，老师里头导师的恩最重。为什么？他领导我们，他指导我们，我们能不走弯路，能不走岔路，一生圆满成就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问复劝尊重一致，对这个经对这个教要尊重，依止就是依靠啊，像海鲜老和尚这个道场的师兄弟几个人，真正是尊重依止，所以个个都是有殊胜的成就，我们要赞叹，我们要向他们学习。净严疏云：是故以下，是故就是这个注解，这前面两个字
劝学此经，以此经中说无量寿，闻获大利。多大的利益？下面去比喻说，故设大火满三千，三千劫。啊，设是假设。啊，大火，三千大千世界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，就是他的教化范围。这三千分为小千、中千、大千，成为三千。这就是一尊佛他的教区啊。也需要从过听受此经，宽于小难啊！这个法门有这么大的能耐，能够超过三千大千世界。满中的大火，啊，听说此经，读诵此经，依这个经修行，都能超过。因此经，啊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，这么大的福报？因为这部经是经中第一经，于弥陀因地愿心啊，大愿大行，极乐一真庄严，三辈往生真印，两土会尽因果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等等，舍无不尽。把这部经里头利益众生的功德说尽了，说得很圆满，面面都讲到了。所以故应于此经中生道思想，幕后这句劝我们敬意经教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就这三句话啊，希望我们在二六时中二十四小时时时刻刻不能忘记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，要依经教，要发心，自行化他，一向专念。底下这一段，念得不退。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，世尊佛云，这个话释迦牟尼佛说的，梵语令无量众生俗真不退。我们念佛这一句话，心里面无量的欢喜，
庆幸，为什么这一生得度了？过去无量劫来，生生世世，在六道轮回流转了，无量劫来出不去，这一生遇到出力的缘分，这个缘分弥陀释迦给我们的，要抓住，决定不能放松。这是头等大事，其他的都是小事。啊，小事里面利益众生，善行要修。不利于众生的要放下。利益众生越多，利益的时间越长，功德就越大。啊，唐太宗编的这部书，利益全世界，利益过去，利益现在，也利益将来。啊，可惜就是这部书，他只做了一半。唐朝以后没有收在这本书里头，隋唐宋元明清这六代一千多年，有很多好的东西在私库里面，会要没有。那制药里头只有三皇五帝到唐太宗那个时代，所以我劝同学们要下大心大愿心，把后面这一部分找出来编一个续篇，让全书之要有一部完整的，这个功德跟唐太宗一样大。啊，都是稀有难逢。我希望大家能完成这部。啊，照前面的体力也是50卷50万字。将来这套书总共100卷100万字，就是四库全书精华之精华。读这部书等于把四库全书全念到了，功德无量无边呢。啊，这一部书带给我们一生的幸福，生生世世的幸福，再跟无量寿经两个相接，从入世走向出世，得大圆满了。啊，究竟圆满了，我们看下面经文，
即于见彼广大庄严，摄受殊胜佛刹，圆满功德者。念老注解里的说，即为于见极乐，你想见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广大庄严，殊胜佛刹，愿随佛学，以自摄受佛刹。这句话的意思，念老告诉我们，于见极乐广大庄严殊胜佛刹，下面是愿随佛学，也自摄受佛刹，如极乐之广大殊胜，普被诸根，广摄万类，以圆满功德者。这个地方给我们透了个信息啊，重要的信息。我们真正愿随佛学，就能自摄受佛刹，如极乐的广大殊胜。这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海贤老和尚就见到不但见到，他想见就见到。什么原因？前面教导我们修行的方法，他通通都修了，而且修得很圆满。所以他只要想佛，佛就在他面前。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怎么想，佛不现前。不是佛不现前，我们想他知道。为什么不现前？我们有严重的业障障碍住。什么方法能把业障化解？念佛。念佛能化解业障，念久了业障没有了，随念随现。想见佛，佛现前；想见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现前。你的信心才真清净了，不再怀疑了。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也能够随着自己的意思求见西方极乐世界。广大殊胜啊，普被诸根，圆摄万类，圆满功德了。希望我们大家一定要明了这个缘无比稀有难逢，遇到
不要把它空过，就对了。啊，遇到空过了，太可惜了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是人生很容易，得人生很难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